单晶硅拉棒、硅片切割，这些过程往往在不同工厂进行。这个工厂要做的是更重要的一步，把硅片变成电池片。再开始啊！来，近一点，再来一点，马上就好。后面用力，后面用力。今天。 工程师王秀鹏要对这条紧连续运转了130天的生产线再升级，只需要在原有产线上再添加3个工序，就可以让电池片的光电转化效率再提高1.5%。对光伏行业而言，慢跑等于退步。 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让产品和技术的迭代变得非常迅速。晚上8点，接班的60个技术人员要配合他完成最后的设备调试。调试前要贯通，准备投产。新的生产线启动运行，王秀鹏和同事们焦急地等待。好了，我们电源下来了。 他们期待的第一批全新的电池片出来了。新的技术升级了电池片反面的镀膜材料，将电池的银电极与硅片隔离开，从而进一步提高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升级后的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高达 24%， 这是新的世界纪录。 像这样的电池片，在这条新的生产线，每年可以产出超过5040万片。如果把它们全部安装，每年可以发电约4.5亿度。仅仅10多年前，中国还无法自己生产高纯度多晶硅，制造的光伏电池也主要出口供国外使用。如今，完备的产业链。 让中国拥有了光伏电池世界第一的产能。不仅如此，今天的中国光伏总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发电量世界第一，在光伏发电领域，中国再次领先世界。然而，中国人把光照变成能源的方式不止这一种。 闹毛湖，中国西部的一个边陲小镇。这里最大的特点是一年四季阳光充足。我马上到车间了，生产情况怎么样？生产一切正常。工程师赵晓辉正驾驶着汽车赶往由他设计的光热电站，数万面的镜子可以把阳光反射到181米高的塔顶。 即热气充分吸收热量后，温度超过560度。塔的底部冷罐中存储的低温熔岩被高压泵送至塔顶，吸收热量后流回塔底将水加热，产生的水蒸气驱动蒸汽机旋转产生电能。这座电站呢是不消耗任何化石燃料，作为一种新技术呢，它是一个高度清洁的。 发电形式。今天，这个电站已初具规模，然而，目光所到之处还有很多空位。赵晓辉这一次过来，是为这个电站新增200面定日镜，用来填充空位的定日镜，此时正在2公里外的工厂里制造。 这里每20分钟就可以生产出1面定日镜，日常穿衣镜的反射率只有 70%， 而这个工厂里用到的每一个镜片都经过了抛光镀银的处理，反射率高达 93.5%， 10个三角形拼接形成5边形，增加采光面积。不仅如此。 这种形状的定日镜还可以减少镜子间的相互遮挡，让镜场布置更加紧凑。
定日镜出厂后被运送到光热电厂，它们将在戈壁滩上不间断地接受风沙的洗礼。这一批的200面镜子已经全部安装完成。电厂里的每一面镜子都必须拥有向日葵的本领，才能追随太阳的位置调整方向。上下温度100度有点危险，看着300分钟就能把它调整好。要想拥有这个技能，他们还必须经历一次测试。测试需要控制室配合赵小辉来完成。赵波，我们现在看到吸热器的温度分布不均匀，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收到。让每一个镜片都能稳定追随太阳，只是系统的一个功能。系统的另一个功能是，如果某一面定日镜无法把光斑对准吸热器，系统就会收到红外监测仪发出的信号，快速调整原本瞄准另一位置的定日镜补位。三个镜子，一组，全场，用时10个小时，调试顺利完成。正式发电之前，工程师们还必须对每一面镜子进行清洗。这里6级以上大风的天气，每年近95天。扬起的风沙会给镜子戴上一层面具，附着的灰尘会严重影响发电效率，因此像这样的清洗工作每隔5天就要进行一次。清洗完成的200面定日镜正式列入发电的编队。4年前我们接到这个项目设计的时候，全国也没有一个这样的电站。看到这个项目从它的设计建设逐渐成型逐渐落地，心里还是有一定的成就感的。2021年，这里的定日镜数目将达到14500面。它们追随着太阳一起转动，每年可以贡献2亿多度的电能。今天，人类对于太阳光和热的追求已经走向极致。科学家设想，我们能否制造一个太阳？作为一切能量之源，太阳的内部每秒钟会有6亿吨氢聚合，产生5.95亿吨氦。在这个过程中，缺失的500万吨质量转化为能量，等同于10亿个万吨级的氢弹。如果可以在地球上制造一个太阳，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人类所需的能量。为了这个计划，杨清威努力了37年。上面角的、下面修饰的，一定要拿下来。是不是都是标签？那个角子，掉下来吧。2020年9月。中国人研制的最新一代人造太阳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事实上，人造太阳指的就是面前这个被称为托卡马克的科学装置。利用它，人们就可以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制造能量。托卡马克装置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用磁的方法来约束等离子体这么一个装置，是个磁约束装置。氢的同位素氘和氚在高温状态下呈现等离子体，真空的环形容器内密度足够大的等离子体在高温中激烈碰撞，产生新的原子核，释放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中的温度超过1亿度，地球上没有材料能够经受得住这么高的温度。而托卡马克装置把线圈像鸟笼一样排布，由此形成的环形均匀磁场
可以将等离子体约束并悬浮在环形空间内，从而实现可控核聚变。工人们正在给外围线圈缠绕绝缘材料，装置运行时，这些线圈会被通以超过10万安培的电流。为了确保在大电流通过时装置的运行安全，这项工作必须尤为仔细。